才会。你要随便念的话，下一次还是看不懂什啊。么？无重力耶，那是，这是无信义，而不是无敬义啊，是无重力体验训练。火箭的历史，火箭，不是火箭与飞弹。我知道火箭的历史。你很喜欢那一句啊？嗯。火箭的历史。对，火箭的历史。那你还会念别的吗？哪一个？随便你啊，你会念哪一个？这个吗？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哪一个？看完了吗？那现在要看哪一本？这个是有很多小丸子的这一本。嗯。怎么有那么多个小丸子？不是。嗯，这很多小丸子哎。不是小丸子，这是地球。是地球。火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太阳、水星。那最大颗的是什么？这个吗？最大颗的。最大。对，贡丸吗？不是。太阳哦，太阳，然后对，照到这里的地球。对呀，地球是什么颜色？蓝色，可是最长一朵花。它撞到墙壁就肿起来一个，就头就肿起来一个包啊。